他的嘴唇很柔软。我请大家吃宵夜啦。就很想要赶快一次解决，就不要砍拖对方，一直觉得对不起。长痛不如短痛。对。是站街了吗？是站街了。对不起。就是把基地都跪了，那位。嗨，大家好，我是亚伦，在火锅里面，我是也是圈圈。据说呢，是一个本来留在剧本上空白的圈圈，最后变成真名的圈圈，就是那个圈圈。但我知道圈圈是他演的时候就说哦哦，我们剧组大部分人其实是第一次跟亚伦合作，嗯，但在过程里面我们大家都被他圈了。因为我叫圈圈，对，他总是有一种光芒万丈的感觉，然后最后发现，嗯，也蛮强的这男孩。你坐，对，你坐，真的是一转头，轻轻的，这是我第一次跟自己年龄有一些差距的的吻戏。对不起，我起来。他的嘴唇很柔软。我请大家吃宵夜啦。现在到6月10号杀青都有误的。就很想要赶快一次解决，就不要砍拖对方，一直觉得对不起。长痛不如短痛。对。是站街了吗？是站街了。对不起。长痛不如短痛，就是把基地都跪了，那一位。怎么那么开心？我想要去帮亚伦拉着。有时候你当明星当艺人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一首歌或是一部戏会不小心影响到这个角落的哪一个人，就是在这个剧本里面我蛮被这件事情感动。炎亚纶很敬业，如果听他们说什么在现场导演要他干嘛他就会干嘛。这么多人的偶像愿不愿意只剩一台内裤。突然被拔光，心理准备啦。但我没有想到，真的会有我的天敌张先生。现场看蛮小事，但是在拍前也是进行了非常非常大的心理建设。等一下啦，听他在演歌。啊，莫直接把他摔晕。我谢谢婆婆给我这样的这么大一个转变，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希望大家就带着一个轻松愉悦的心情来到电影院，让婆婆的所有的演员疗愈大家。我们的婆婆怎么把圈圈搞丢了？一起进戏院找圈圈哦。Hello， 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宝仪。大家好，我是浩子。我是阿翔。我是号角响起。大家好，我是许杰辉。嗨，你好，我是蔡康永。嗨，大家好，我是周麒麟。啊，哎，好，不然你祝啊，好，你先祝嘛。祝三立新闻网的这个观众朋友兔年行大运啊，兔年快乐！祝三立新闻网新年快乐，娱乐新闻 Happy New Year 兔。祝三立新闻网及娱乐新闻新年快乐。祝大家兔年新年快乐，祝大家兔年大吉大利。祝大家兔年行大运。兔年行大运。兔年行大运，兔年行大运，兔年到，每一天都是钞票 too many， 快乐 too much， 新年快乐，扬眉吐气，红兔大展，大展红兔，新年平安快乐，来年一定要健健康康，咚咚咚咚锵，恭喜发财，咚咚咚咚锵，啊大家哦，新年赚大钱，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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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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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年新年快乐，永